我是十三年是何国昭，加宋江镇，就是咱的传统文化，嘛是咱的故事。两大派嘛，一个是红，一个是黄。我们安卡金派，然后尤其我们武当庄南派的宋江镇会比较要求动作，就是要快，动作快，很准。这个宋江镇要来电啊，主要遵守重道，靠地为先，以武会友，以德感人，宣扬国粹，心怀壮大，立足点，咱来学这个宋江镇。请各位多多来给咱支持，他鼓励。和这个宋江镇的文化，会当发扬光大。